伫台南的史博馆内底有一座派出所，这是模仿着嘉义东门派出所照伊的形改起出来。日本时代伊叫做东门町派出所。东门町派出所大概是伫日本时代1904年甲1905年期间成立。1930年代因为嘉义大地震，煞规个崩崩起，停起用迄落起起做是即嘛一个形。啊，即马真正诶，东门派出所煞放咧遮，啊，到底是要甲恢复，毋甲恢复啦？伊是一座真经典诶日本时代诶派出所，有事务所嘛有宿舍。伊是拆除了河洋混搭诶建筑，日本式诶厝顶啊，过来下面全部拢是西方诶形式。而且伊是左右不对称，中间入口诶所在向内收缩，露出一个玄关出来。以前有一首囡仔歌是咧唱日本时代警察大人的北面威风，这条叫做《油炸粿》，我念予你听：油炸粿，行人地看到警察哭哭白，我讲弄破四五个，警察抓去警察爷，叫阮双脚坐坐，哎呦喂啊，大人啊喂啊，我后盖唔敢买，我后盖唔敢买啦。啊，当然，我一定给伊画倒转来啊。